回家听着彩，我有一大堆事要干，明天要交学习的论文了，还有历史测验，我得帮爸爸打扫地下室，今晚上还得去刷盘子。我说你干嘛？我叫着那帮人上街去。那走吧。哎，跟你们说什么来着？不许在我这里去滑板。这不是滑板，长官，这叫手提式滑板。Thank you.